礼炮，所需材料有卡纸两张、胶水、双面胶，还有勾线笔。把所需材料取下来，然后在黄色的菱形中间写上福字。写好后拿出双面胶，在两边粘上。粘好后沿着折痕向里折，把双面胶的薄膜撕下来，先粘一边，粘在黑色卡纸的底部，然后再把它鼓起来粘另外一边，粘成这样是拱起来的。再利用记号笔把礼炮的小彩条变成卷卷的样子，卷好后在中间粘上一点点双面胶，粘在礼炮的上方。这样粘好了，一副礼炮就做好了。